你们好，我是小宝。现在我们继续接上一个视频，用这个铲子来挖，把这个洞里面冬眠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你们看，这个洞里面有一窝的冬眠甲鱼。你们看，哎，这上面还有，你们看，哇，这里面至少有四五只在这个洞里面。你们看，哇，这只直接把头伸出来了。我们继续用这个铲子挖，这个泥土有点硬，因为这个泥土是在这个鱼塘边上。我们继续往前面挖，把上面这个全部挖下来。哇，这里面的甲鱼怎么是一窝一窝的？哇，这上面还有，你们看，果然是一窝的甲鱼在这个洞里面。我们稍后必须把这一窝的甲鱼全部挖出来。